穿戴好飞行装备，坐上超新航机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要飞上天。离开地球表面，从空中俯瞰田野山林、蔚蓝海岸线、恒春半岛的山水景色，尽收眼底。在教练的陪同下翱翔天际，周末在屏东登场的这项超轻航机共乘活动，县长潘孟安也迫不及待来体验，吸睛又刺激。飞出去的速度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还好，没有很快，想象中的慢一点。真的是全台首发，直接降落正式的机场。克服技术和申请上的困难，让民众有机会飞过山林绿地。如果会怕高，也能体验模拟飞行。不要撞彼此哦。带上 VR 装置，化身飞行员，想往哪里飞，自己亲自操控。体验完了，还能穿上飞行装，戴上墨镜，拍下纪念照。很新鲜，是。展场有很多小小飞机的模型。在我们的航站里面也有相关的 DIY， 亲子 DIY。还有相关的一个模拟飞行的一个体验。屏东空中嘉年华活动打造空中观光，吸引不少游客前来，从高空视角一睹宝岛的风光。华视新闻绍兴中判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